你知道自己本命的生日是哪天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第五人格里现有的角色日，按照日期顺序来的哟。今天先盘点上半年的，首先是1月2号蜘蛛，1月3号咒术师，1月12号的是律师，1月13号是盲女，1月24号是黄衣的。来到2月份，2月1号是祭司的角色日，13号是守墓人的，14号是调酒师，18号是红蝶。3月份1号是冒险家，11号是约瑟夫，17号是医生，19号是勘探员。4月份不仅有周年庆，还有4月3号空军的角色日，4月23号画家的，25号爱哭鬼和30号野人的，5月7号是慈善家，11号是入殓师，15号是前锋，18号是博士，21号是鹿头，29号是击球手。6月份呢只有两个，1号是杂技，9号是舞女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分两期，下半年的就明天再讲吧。